那个六之二的单选第十二题哦，它为的是有关于红树林生态系的纪录片。那哪一段不会被用到呢？我们看看，涡虫躲在石缝下来避敌。涡虫是溪流生态系的，应该说它是淡水生态系的，水域生态系的淡水，它主要在溪流。溪流，所以它不是在红树林这种所谓的沼泽生态系的，因为那个涡虫碰到了咸水，它会死掉的，它会脱水死掉的，它是在淡水生活的，所以就 A 不是淡水，其他弹涂鱼啦、招潮蟹啦、小白鹿啦，都是你在红树林看得到的动物们。好，那涡虫不是。